咱镜头来新竹，新竹漳州四间各中各校啊，伫年尾的时拢会举办公益记者。公益音乐会，还有义卖活动，学生囡仔会家己做工艺品，佮用因好听的歌声来募款，不然呢，就把钱捐予有需要的人。穿泰雅族的服装跳原住民舞蹈，有学生用歌声唱出好听的原住民传统歌谣，新竹县嘉兴国小、新乐国小。漳州国小以及漳州国中四间学校第二尾共同举办公益音乐会，希望让我们的孩子受惠于所有的社会资源以后，也懂得能够把爱心散发到别的更正需要的地方。舞台顶精彩的表演，让观众看甲真痴迷。校长外用歌声来参与募款，希望大家做伙来做爱心。楼嘎达山那依，给那呀哇达嘎呀。泰雅族的文化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文化的特质，就是分享，然后要能够互相帮忙。那小朋友要透过他们平常种的菜，然后在文化课所做的编织手工艺或者是画的图，然后他们要拿来在今天来义卖。学生在现场义卖的物件。内底有锁匙钳啊、花草的盆栽，佮有囡仔家己亲手用竹仔编的艺术品。这是那个什么呢？边条，边条。然后这是竹子，然后这也是边条的，这也是边条。竹子做的杯垫，杯垫，这也是杯垫。已经连续四年举办的公益音乐会，佮有义卖，收到的收入会捐予癌症基金会，帮助癌症患者，也会捐予国际 NGO 组织。帮助尼泊尔的学生，甲漳州来的爱心传到国内外。记者赵君和，新竹报道。